你们小儿多大？刚生六个月。哇、哦哦哦哦！那你这恢复的也太好了。我之前说，你是哪像？我那时候怀的时候就胖了4公斤，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运动，然后我怀孕的时候我就没工就不工作了嘛，所以我就没事，我就一直运动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，哎，我自己的歪理就是每个人不是有基础代谢嘛，但你有两颗心脏，你的基础代谢不就是加倍的吗？所以其实它都把你的营养吸走了，这样不就是更有理由不会变胖吗？哇，太厉害了。